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正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嗱，讲到呢一度咧，我想问你知道就系话，当我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系我嘅特性啊，就系话我系知道事情嘅结果咧，系唔单止知道个人嘅。每一个人他们最后做这件事会有个结局啊，或者这个人的信仰的结局。当我看一间教会的时候呢，不知道我就是知道个结局的。即是换句话说，我当日第一次见这间教会的时候呢，我是感受得很好，但当我接触得十几次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是内心知道，咦，这个是有个问题的。但是最大问题就是我去不同的教会都见到这些问题嘛。见到，即是我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错误，他们会产生不同的终极的失败的结果。我都是有个这样共同的，可以说千篇一律的，去得几次啊，认识譬如好像元朗的真道教会啊，去这个新蒲崗真道教会啊，这个显恩堂 去复兴教会啊，我就自然没几耐就会看到呢，他终局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当时来讲，第一我不知道跟谁讲好。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嘛。啊，即会不会我现在看这个终局其实是不会发生的呢？样但是当我看回这些属灵书，看回这些见证，我发觉一定会发生的。他采纳这种的侍奉方式，采纳这种的方法，强调这些东西，他们教会最终都是会败局的。啊，但是问题就是你能够想象，普遍教会不会设立一个这样的系统去听取意见的嘛。所以我都不知道跟谁说。而最重要的，无论我怎见到这些东西，当时我始终都是23岁半。OK， 所以变成我没办法去跟你们说。但当然现在经过30年后，当时我所预测和所看到的原来真是的。终局是准准都没那么准，是照着我自己所理解的去发生。就如我所说，这种教会形式是好的，不过只能够是辉煌得10年8载而已。10年8载之后，你会看到开头那些人会交替，但跟住越交替得越密，而当佢越密嘅时候就越麻木，越麻木嘅时候到最尾总之系存在就算啦，总之你俾到份薪水我就算，你唔好讲咁多咩高言大志啦。即系通常呢啲教会最尾走到就搞成咁嘅，搞到就系可以话冇累积嗰种问题啦。咁事实上亦系呢啲嘅教会，当我睇见嘅时候，我就发觉啊，最简单嘅方法咪累积咯。点解你做嗰啲嘢，你自己都觉得精彩，觉得好，但你唔累积佢咧？原因就是他们太过随着感受的变动，而没有预计到时间会成为他们的敌人。所以这间教会他的做法就是好像加拿大石安的，所以就如我所说一拍即合。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很喜欢西人，他很喜欢抄袭很多大教会，他们很多时就甚至会请外国的，譬如当时他们认识的 Duffy William 会寄那边的一些诗歌过来，让他们翻译可以唱，甚至寄他们的方言祷告的带过来，在他们面前呢呢咧咧，他们播晒呢咧咧，跟住开始聚会的时候，大家呢呢咧咧，咁啊跟住呢个录音带去咧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我以前就谂住，咦都得嘅，呢啲应该系咪啱嘅咧？咁样系咪？即系如我所讲啦，当年就算我见到啲狗喺度爬猪喺度碌地咁样，我都唔知佢啱定错，因为佢哋哇，即系高举到嗰样嘢系最巅峰嘅牧师级先至会经历呢啲嘢。咁嗰阵时冇研究咁多圣经噶嘛，冇咁多年去睇翻咧。发生这些东西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的信仰和道德和性格会是怎样的，没那么多证据的。所以变成当时 我原来都可以这样做的，但 就我觉得、啊、这个不知道没办法是平安的见到。但是呢当时这个显恩堂就用这个方法去建立他们来的想着复兴、啊、只要你来自大教会大有来头的，即譬如好像你是读过 Ken Hagen 的 Raymer Bible School 的学生、啊、就可以了，来这里讲道啦，教啦，咁样吓，你同我哋一齐搞大合一啦。咁所以当时佢好致力谂住呢个喺香港咧，用呢个感觉嘅方式、感受嘅方式，冧晒大家，冧晒每一位牧师，每一位牧师嚟到我哋教会，嚟到我哋搞嘅大合咧，都宾至如归嘅，咁咪大复兴啦，就系、是、咁样咯，系咪？即、就、系、是、等于大家揾到一间戏院，大家过去入去睇 enjoy 一套戏，咁咪大复兴啦。但系佢哋冇谂过，如果系咁，我使乜翻你间教会我睇戏咪得咯，系咪？但系就系咁傻嘅，我发觉就系咁傻。即是好像他们认为是败中求胜，就是他们能够做到好像熟世那样的吸引力，就行了，那就行了，是不是？我有熟世那样的吸引力了。但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我哋要效法呢个世界啊嘛，冇噶嘛。但系而家咧，好多时好多呢啲嘅牧师咧，佢哋已经系打定输数嘅，由敬拜赞美至到佢哋聚会方式之类、讲道方式之类、教会嘅体系咧，就系、是、一种所谓打定输数嘅方式。我只要能够扮到世界嘅少少角色就得噶啦。例如啦，我拉一个熟世嘅呢啲嘅明星信咗主讲下见证咪得咯。我哋都有一小角咯。一个伊国咁细嘅世界喺我哋呢间教会里边喎，咁所以咧，如果你信信主咪翻嚟咯。佢冇谂过就话嗰啲真系因为贪爱佢拥有一小国世界啊嘅呢一啲人翻得嚟，佢不如就翻到世界啦。佢使乜留喺呢间教会啫？但系呢种所谓可以话打定输数呢种嘅侍奉方式咧，系好披覆性咧喺呢啲所谓本土福音啊里边咧出现嘅吓。專係揾呢啲人翻嚟唱下熟世歌啊！專係揾一啲咧，都即係啱啱信主，即係奸淫都未解決嚇、啊，道德都仲係一敗塗地，仲係擔住支煙咁。哦，咁你係一個名作者咁出嚟講下見證啦，擔住支煙講見證冇所謂啊！我哋乜嘢人都接受，我哋罪人都接受。咁你會睇到呢種典型咧，就係佢哋冇諗清楚啊！就係、是、如果你去擁有一個世界嘅所謂三腳貓嘅明星入到嚟。咁你就已經係嚇、啊，即係不可一世嘅話，咁我使乜翻嚟呢間教會啫？我出去熟世咯，大把。我出去好多呢啲嘅演唱會當中，大把呢啲嘅明星去嚇、啊，用飛吻啊去鼓勵佢嘅 fans。我使乜翻嚟呢間教會啫？但係佢哋唔會咁諗嘅，佢哋直情係唔識咁諗嘅嚇。因為我發覺到今日我先知道啊，其實佢唔識咁諗嘅原因就係因為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打定輸數嘅心法咧？原因就係佢哋聽唔到神嘅聲音。我讲紧听神嘅声音咧，唔系好似念咒语嗰种，而系你真系咧有神嘅心意，同埋有神嘅感受去俾你嘅时候咧，你自然系一个得胜者，你自然系会觉得神系真，亦并且佢而家就知道晒所有呢啲嘢，佢创造呢个世界，点可能你会去不断谂打定输数嗰种做嘢法咧？咁所以当时我唔系好明佢哋点解啊，又即系会做呢啲咧咁样。咁所以譬如呢间教会咧，观塘燕恩堂咧。就好中意就係今日請 A 君，聽日請 B 君，後日請 C 君咁樣嚇。咁啊講咗呢一啲啊教導之後咧，咁啊 A 君同 B 君就矛盾嘅 ，B 君同 C 君就完全矛盾嘅，因為 A 君可能唔識 B 君 ，B 君可能唔識 C 君。就算佢識嘅時候，大家都唔知道對方嚟講啲乜嘢，係咪？但係嗰種矛盾佢哋又未到嗰個階段咧，係識得分析翻佢哋彼此之間嘅錯誤同埋對弟兄姊妹所出現嘅影響嘅喎。所以喺呢間教會當中見到佢好嘅嘢咧。就是我在加拿大石安见到他坏的东西都用在加拿大石安见到。只不过不同的就是在香港这个献恩堂他们一样是来自真道教会的。来自一个就是一班的当时在真道教会当中一班的读过神学的一班的弟兄姊妹一起有机会过去加拿大的 Fraser 街的 Glad Tiding。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咁喺嗰度啊，即係人哋接待佢咁樣，跟住佢翻到嚟香港咧，就好似變曬人咁啦。咁就於是乎就開始咗觀塘燕恩堂。咁跟住咧就建立咗一間咁嘅教會。但係真係喺呢點好多謝神咧，就讓我起碼有個歇腳嘅地方嚇。因為實際上香港根本冇一間咧可以話咧，即係我係看為一個我嘅榜樣嘅教會嘅。但係咧喺當時嚟講咧，我看為一個榜樣嘅教會，甚至我講到都講出嚟㗎，就係、是、喺加拿大嘅石安教會。《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那是凭着正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神爱我最亲切，多么接近，没远离，从紧固也不变，将我默念，终不舍弃。爱我呼吸我日夜在忍痛，让我这生得到护庇，我衷心赞颂你感恩末日我生，众医的群众却被提起，我一生永念记，从未忘神心恩，我今得结识，因找着你。